家好，我是 Jane Günther 何怡娟。那么今天要跟大家谈的就是向阳的朋友了。向朋友呢，今年是属于一个复兴高照的一年，因为今年有这个天德啊、福德星降临在你的命宫中，所以今年在事业方面来讲的话呢，不论是打工一族或者是从商的朋友呢，今年的事业还相当是不错的。只不过今年有这个卷舌嘛，代表容易有这个口角啊、是非的事情发生，所以今年呢宜多做事而少说话的。那么在财运方面来讲的话呢，今年呢财运呢也非常之亨通的，因为今年呢有这一个所谓的福德天德星的降临嘛，所以很多贵人呢会给你好的 tips， 能够让你呢多一点这个钱财方面的这个赚取咯。那么在这个感情方面来说的话呢，今年呢特别要注意这个黄帆，代表容易有这个情侣之间呢吵架的事情发生，尤其是结了婚的这个向阳的朋友来讲的话呢，今年要特别注意呢这个感情方面的经营咯。那么在这个健康方面来讲的话呢，今年要特别注意这个病痛的事情发生，因为今年向阳的朋友呢特别容易受到这个病魔的侵袭哦，所以要特别注意这个身体健康的照顾，不妨呢就在这个年头的时候后呢，可能去做一个检查报告，看一下自己的身体出现什么毛病，就以防范而未然嘛。那么在风水布局方面来讲的话呢，就建议向阳的朋友呢，今年呢就不妨呢在这个南方的位置呢，就放这个属阳的富贵竹呢，能够稳定你的情绪呢，让你不容易发脾气。同时也可以在这个东北方的位置呢，放这个红色的物品呢，能够化解这个是非的问题哟。